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手肘不是全往上，往前来，往这边来，往这边，往这边来，哎，这才有延伸，这里松掉，延伸到腰，延伸到这个地方去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你这个要往这里的方向，跟你的属膝那边相对，好，走，好走。合的时候再往前，脊椎往后，那个点，熟悉的点往后，手肘再往前，哎，合回来，对，好，下去，走，对，慢慢，偏左了，这边，偏左了，对。哦，是哈，好，就这样，好好好，好，停，先停，这个歪掉，哎，这个歪掉，好，起来。对，好，你那个下不去哦，但是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哦，这个阶段去让它正，你在这边往下坐的阶段的时候，你就会偏左了，所以这边的时候就正了下去，去找中央，晕的，它会跑掉的。所以要慢慢做，去掌握到左右两边平均，以中央荐椎、脊椎中央为准，然后注意到两边平均。因为我们起来的时候，这个髋关节也许会活，会偏掉，有时候从腰偏掉，再偏右边。偏一点点，这样子，哎，对，旋转，对，你有体会到是吧？就一点点，对，你现在走，回到正，手松掉，哎，手松掉，对，好，吸一口气，然后弯，这个是吐完，弯啊，臀起来啊。臀起来，起来，臀，这个是土吗？你小腹是被压缩的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，这气是出来的嘛？然后这个去从小腹那边开始慢慢开，所以气是进去的嘛？对，合理，刚刚我教你，这样你们懂？所以你要以你的动作是让这边压缩让气出来，还是让它张开让气进去？晓得吗？呼吸是以这个为准。在一开始也是以这个为准在练的。对，从头到尾，啊，好，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到哈，我们每个人经过一天的生活的行动，身体都会有点偏，啊，不管是这样子偏还是这样子偏。还是这样偏，都会有点偏。所以在练这种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掌握脊椎这个线，脊椎这个线用谁来掌握呢？用荐椎来掌握。所以先把荐椎掌握到，荐椎掌握到，然后用荐椎来带脊椎，它就正了，脊椎就正了。然后用这个脊椎这个线来校正我们左右的平衡，因为你中央这个线正的时候，你全身都放松掉，重力会帮助我们把那个不平衡啊，把它慢慢消解，去变到平衡，这样不懂？否则你左右两边不平衡，你自己去调那个左右两边，你
永远很难调整的，所以你要有一个校准线，校准线就是脊椎啊，所以这个起来这个东西要慢。我叫你，我这个练习是一节一节找，就是在一节找的时候去调整。调整脊椎的正，中央脊椎这条线的正跟左右的平衡。这个要把它练出来。你看你现在站也是一样，你现在站也是偏右边。所以你可能是从腰啊，你可能是从腰就偏了。所以这个东西要慢慢练。另外一个就是什么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练的这个是纯粹是脊椎啊，这个去找荐椎，然后荐椎带去找脊椎的中线拉，有时候会这样子歪，有时候这样歪，有时候会这样歪，所以抓住中，然后你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不是说你到这边的时候，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可以的话可以停一下，脊椎，你去感觉你的脊椎是不是正了，这样子歪了，回来一点正了，正，你去调到它正，然后在这边放掉，荐椎继续往前延伸，让脊椎斜的正起来，然后松掉。做什么？让手臂的重量，这边的重量，肌肉的重量，去调整它的左右的平衡。这样懂？就跟你晒衣服一样，中间那个脊椎是那个晒衣杆、竹竿，衣服搭上去。这样懂？就这样子，你就练习你的脊椎就是那个晒衣服的竹竿，松掉。整个晾在上面，左右去找它的平衡，啊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，你可以停一下子，松，去感觉啊，平衡啊，平衡了，间接回来，再来一遍，啊，就一直持续的这样，持续这样做，啊。你在这边也可以松掉，回来，再走，听不懂？去试试看，这两个，你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你在这里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蹲下来。也是要去找那个脊椎，荐椎到头的正，在这里也是都松掉，还是一样，脊椎的线两边跟手臂全部松掉，让它抓出来，让身体自己去平衡。所以这个是这个方向的，这个是这个方向的，这个是这个方向的，要不懂？一个是这样子的，去找平衡；一个是这样子，这样去找平衡。要不懂？你们来试试看滑，哎，偏右。侧左，你的脊椎应该是向左偏了。你的手放哪？左手会直接躺，会有点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啊，你这样子舒服啊？是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左压着，变成。
右半身好像有时候睡，所以右半身会有点缩起来。哦，哦。那你睡觉前啊，如果是睡觉，你睡觉前跟睡觉醒了以后，你先躺正，先躺正，放手摊开。你的床是硬床吗？算硬。啊？偏硬。你睡以前跟睡醒后，你先摊正，松掉，啊，让身体回正。回正以后，你再照你的习惯睡。睡醒了，花个两分钟、三分钟、五分钟都可以摊正，摊正你再起来。啊，哎。